我看礼拜日可能就大雨。昨天就是看到咱弟兄们咱同心，后壁来侍奉伊，要将福音传出去。哦，兄弟听咱祈祷，所以同心合意是一个教会底要紧的一个重心。哦，无管这牧师如何讲道，啊，还是这教会有累，但是无同心嘛，上帝就成了大咱的教会阻隔。好，咱看到明年，好啦，我看法是自信啊，但同时要来聚会，哦，所以咱为同心合意来为这聚会来祈祷。啊，但是教会无同心，咱无材料，明年无材料做啥的代志，啊，牧师做阿传，你轮流讲，但是教会却无服气。都同心是真要紧，啊！今日来讲准备心听主的话。阿弥陀佛，咱白白来阿好几多啊！特别上帝，我有如感谢如，因为如将生命给我人，甚至为我人定死到十二架，就是我人每到聚会要来纪念如，因为如的爱就是安尼伟大，就是说给我人梦一个。爱内心，哦，来跟随路。主要说，我人相信，我人所做的是愿意，是完全出于我人天爱内心。主要说，我看到兄弟姊妹同心合意，出钱搁出力来侍奉路。主要说，我祈祷主要来祝福人生命。在你我人中间，若是有遐样心来要需要主你话来讨办，需要主你话来建立的主要祈祷主要来给人讲话。祝福人生命，祝福人家庭，祝福人的出来，祝福人的事业，我让每场物件拢会破碎起来。主啊，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那该求，该求，就是头脑到时，我头前脑到时，我讲到正经得多些咩，是将耶稣当作是第五回。第二。讲到一个真正基督徒啊，一生就是一个完全奉献的基督徒。我来前面讲讲呢，一个真正基督徒是一个圣洁基督徒，一生活全都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圣洁的生活是真要紧，真侪人无明白，他们是圣洁的生活。你看大家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哪有可能？敢那耶稣可以做到呢？我是一个普通的人，马路才能变成一个圣人的那款。哦，所以咱兄弟姊妹无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因为咱人思想有一个错误观念。那你记住，当咱个未先注意者，咱人是一个罪人，充满了罪的咒诅。一个无圣洁的人，一生活是一生命，一家庭是充满了咒诅。可是。所以不好吃，你的奶，你的奶，你的不好吃。虽然有累，虽然有健康的身体，但是一生也是无生计的，是把你罪的咒诅啊。所以安怎做不起来？所以今日咱信的主，咱基督徒是有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是神的子子，神给咱有一个圣洁的地位，给咱的亲近的来祈祷给伊。所以圣洁的生活。对主来讲是第要紧，第要紧。我若是咱无性格，教会安怎做，你做袂起。啊，我看，我最近对伊看一个树林伟人啊，啊，有帮那个碰到家哇，让生命他的树被传来多好听，让讲的道完全是针对讲性格的生活。你听到有一个性格的生活，教会把那个好听，我可能听你姊妹。我国为了这个为爱国做义务，哦，这个活动，我出钱也有，出力也有。我无希望讲，我兄弟姊妹这个隆重耶稣付出的，到到尾是空，是上帝无祝福的。咱来看这周迅，伊讲到呢，无论人啊做了一个好事，那是一件一项物件，我是真诚、真爱心。伊所做嘅物件，我变作是假，无采格。你做一只好，只一只物件，但是只一只迄真诚嘅心都无，变作假。基督徒相反，咱为主侍奉，
哦，咱人出钱出力，但是咱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咱做物件是无采工。哦，我所我希望就是兄弟姊妹唔是干呐做呢，为咱一个初步的观念，你感觉到我孤帮啊，欠主上钱啊，我做这个唔对，这个这个唔对，所以今日我先跟主讲，我拼命做来补到另外孤帮所犯的罪，啊，这是教神教，唔是基督教神教。所以今日兄弟姊妹，上帝唔是要咱做得尽一尽，伊为咱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就是咁简单。你若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你所做每项物件，主唔欢喜，主唔欢喜，对唔对？一个就是咱一个孝子，有孝的囝，你若对伊妈有孝，啊，哇，这就是伊妈第二目光的。因这个囝若是做啊一啊济物件，但是伊是一无孝的人，无孝的囝子，上伊爸母就无欢喜，你无欢喜。上个上帝就是看重咱人。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对伊来调整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咱来看，咱来拍开 First Peter， 啊，彼得前书，啊，彼得前书不是大哩，彼得后书的头前 ，OK， 看得到吗？啊，读书的话是大家准备读，为人跟他看。Genesis 创世纪，但是无出了出埃及，啊，出不了埃及 ，OK？ 还第二位，还第二个讲阿妹啊，阿妹，那彼得前书诶，彼得前书诶，是彼得写予当时啊，嗰啲小逼逼诶教会，让信的主关心身边周围诶人，甚至政府逼逼伊啊，所以伫走面写。个彼得就写了一个批去鼓励你兄弟姊妹，解讲都咱在你苦难中啊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唔通过一个黑暗的生活。因为上帝已经予你咱一个圣洁的救恩，当咱讲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咱就要知影这个得救是圣洁的。唔是垃圾，所以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等咱讲咱是得救基督徒，彼得甲咱讲，要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，啊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咱未使过一个黑暗的生活。无管你在你咩环境，是困难还是好事，你未使放弃这个环境。咱来看头一个经文，十三章到第十六章，好唔好啊？所以，如果你得着我的心，要敬请自首，专心盼望耶稣来临，将要给你人的救恩。你人既然做一个顺服的子子，就未使效法古邦自动的代志，将要放纵咱的情欲。因为咱何调你人的是圣洁。如果咱做一切的代志啊，特别圣洁，因为圣经咁讲，如果咱特别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彼得甲咱讲呢，上帝呼召咱人是圣洁的，上帝呼召咱头上是予你囝的身份，唔是予你接好。今日我做一个牧师啊，我呼召头一个就是护你圣洁，唔是去大讲道啊，唔是做这个做嗰个。人啲上帝呼召好咱，只要伊囝啊，只要圣洁，只要伊囝认真来侍奉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头像，你呼召是圣洁。但是你离开了圣洁，你无来侍奉，变做空。第一要紧的圣洁，你若是无做到，是空。所以弟兄们，我只要心疼，我呼召基督徒嗰啲恩眷。哎呀，我为主做呢事，这个也做，嗰个也做。我也是夜间声来服侍，因为我共献的正经的话，我每个月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伊唔敢讲啦，伊 stop 到那边，又做一下子，又做一下子，但是哎呦，人家无可能做亏咯，因为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第一要紧物件伊无做，做无希望我个兄弟姊妹，哎呀，做我其他济物件，但是哎呦，无贪上帝肥饱，啊，我天不能心疼啊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要记，咱是上帝的子子，上帝是圣洁的，做咱人也袂圣洁。这个耶稣在你登山宝训啊，在你山顶解回答讲，做人要完全，上甲天白，安尼款完全。做人要完全，上甲天白，安尼款完全。起初，上帝创造人是点啥？是按照伊的形象造，按照伊的形象来做人。所以，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做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完全的。所以，弟兄们，咱今日讲，咱是有上帝形象的，有上帝款，咱就是一个圣洁基督徒。所以，唔通佮误会讲，哎呀，我有但是会犯罪啦，是正常。啊，我有但是我会犯罪啦，这是正常，唔是，这是无正常。这是无正常的，基督徒信仰主不使不该犯罪了。虽然咱人有一个犯罪的倾向，虽然但是我拢想要犯罪一时，但是无代表我去犯罪啊。虽然无犯罪，但是是乱乱想，会想想要去犯罪，但是无理由。我有一个犯罪的倾向，我走去刮，走去偷，走去抢，走去吹走哦，无代表爱做的代志。所以圣洁的生活是必无停的，付出代价来追求的，啊！所以有两个讲法，啊，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，伊讲圣洁的生活，啊，圣洁的这个地位啦，是不是要付出代价？是不是要付出代价？有个人就讲，唔是，啊，唔是，他们说唔是，因为上帝给了人圣洁这个地位，圣洁的生活是上帝给了人，然后咱人用了这个圣洁的生命，咱要去活出来，所以这个物件是从你主回来，不帮咱是罪人，所以耶稣死了，替咱死过十字架，伊洁净了咱的生命，头上是洁净咱的生命，给咱有一个圣洁的生命。这完全是主的工作，但是落来，咱的日子要怎过，咱就要付出代价，得到基主的面，未使有一份正帮手。圣洁的生活，把主真正给定立主，兄弟姊妹。那是兄弟姊妹，咱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咱大的世界，应该是白白的过。无合上帝的心意，哦。你那边第一个人讲，可能是办法，第二个讲，那人要安怎维持圣洁的生活，就是清洁心的人，清洁，哦，圣洁的人要清洁心的人，这个心做的人啊，是有上帝的形象，是有真理和内面，是有公义和圣洁。兄弟姊妹，小妹女人是不是信主的人？是吗？是哦。既然你讲你是信主的人，你就有上帝款。既然讲我信了主，我信了你，我去教会，我是信主的人，感谢主。你听到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。但是讲，你讲我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，哎呀，但是我无圣洁，无被圣洁的生活，这是矛盾的，啊，这是冲突的。哦，这不是上帝为咱所做的。今日当咱人讲，咱是信主的人，咱人何必为一个圣洁的生活？所以，你唔通望别人，哎呀，你是一个垃圾的人，你不帮助你做代志啦。哦，上帝无欢喜，为咱是因着你反无错，都归归来教会。为人感谢主，一日当点声都归来教会，上帝怜悯你。好，是这个魔鬼就要欺骗咱人。人讲其实咱是无圣洁，但是圣经个人讲，咱是圣洁的，咱有上帝形象的，咱是有真理个来源的，咱有公义、有圣洁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日咱要决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彼得个人讲呢，如何不掉一心，不掉一心，唔贪食苹果，不食鸡。这都是做啥？这都是老本啊！唔通食鸡个食苹果，咱要发扬向善嘅弟兄们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
是要准备的。我准备过一个圣经生活，不是清清采采过日子，你过一个圣经生活咧，不是啊？你准备，安怎准备咧？就是白调你心，嘛，互你心乱乱走，乱乱来。好，互你耶稣对你卑微迄一面，爱着你啊迄一面，伊祈祷祈命讲预备啊，求你用你真理，用你道洁净我耳朵，我也因着你话，因着这个道来生谈着洁净。哦，这是耶稣和你卑微迄一面是讲讲一声话过后，我就了了。圣经甲咱讲咩？咱来看，所以如果要拔掉咱的心中，拔掉咱的心，敬请自首，专心盼望耶稣来降下，何路人的救恩，何路人救恩，目睭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，佮来降下。哦，这个真正拔掉你心的人，伊目睭是向你耶稣咪来了。我要準備自己，耶穌在什麼來，不知道，但是我要準備自己，過一個聖潔的生活，拔掉我的心。我現在在這裡就是，因為頭前低低的一條路，他拔刀，拄到坎坷，就放散了，因為他眼睛是看頭前，不是看耶穌要來。所以這個兄弟，這個姊妹，兄弟，無參加過一個聖潔的生活，因為他眼睛是看頭前而已，無看耶穌要來，耶穌要來。所以我就知道挑戰我一個問題，說阿孫啊，明年可能會教練啊，你希望耶穌來啊？我看你笑笑，他說耶穌問來啊，我明年會教練耶穌問來啊，是不是這樣啊？我的心是希望耶穌是來，若是耶穌沒來，我會看到更多人落地獄，不罰主，罰刀。所以呢，我希望我明年時事啊起事啊！但是我的心是祈祷，主啊，你看咩来？主啊，你看咩来？啊，主啊，你看咩来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咪准备咱的心嘛。为人讲耶稣要来，几号？我话几时？我话神地对面发预言，或者讲后方，唔知有咩啊，有咩啊？耶稣要来是有咩啊？但是耶稣讲要来，咁即是无人知。耶稣要来，咁即无人知。但是对我来讲，耶稣已经来了，伊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伊知心无地，因为全有思想限制来，限制全有思想，无需要等个世界末日，伊来个全有思想。最兄弟姊妹，咱要敬虔，咱心要点点思想，耶稣要来，咱要为心变人祈祷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基督徒一生也无圣洁。其实他是无信主，无咩分别。哦，咱信得主就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若是你无过一个圣洁生活，会带来啥物问题？就是你出来有罪会就走到边，你生命有罪会就走到边。魔鬼会扛回到你厝，有魔鬼扛回到你生命里面。做信得主，你若是无过圣洁的生活，你何魔鬼留地步咧？你何目標留地步咧？約人哋之外，咱諗起過節聖潔嘅生活，盡心盼望耶穌基督，何咱諗救恩。然後正經本都同人講咩？講咧古邦，但是在喺你在他們中間啊，意思講在喺你罪人嘅當中，是空撞肉體嘅需要，隨著肉體甲心來所屬家去做。變作是上帝所喜歡的人。這邊來講呢，咱牛班啊，唔目睭的點上，咱的心是放縱的、放縱的，是無受到約束的，是無得拔的。但是咱心的主背後，咱心要拔到邊？唔通我成咱牛班啊？哇，大你成咗。我最近甲你講，你若是啊，你如果是上帝所無屬界。所敬事，上帝想要心痛的，我说咱未约一个约束，哦，不有你心是怎样要紧的？一个人家我的关系，那是无着不就乱来了，哦，无立约，哦，我要一生一世对付，无signed the agreement。
佢變咗冇保障，冇保障。當然，甲上帝關係唔是上，甲耶穌嘅關係唔是上。耶穌講：，你個是囝婿，那人是心腹，是唔是？你是囝婿，新郎，啊，那人是心腹。一来咁只，你来娶新娘，心腹。哦，那人教会就是心腹，不是你耶稣要来娶那人，咱要整个水水嫁给伊。哦，耶稣有时阵讲，唔是我自己乱讲啊。耶稣有时阵讲，那人要嫁给伊，伊要来娶新娘咧。那当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对主忠心，咱就迄个心腹新娘。但是，咱人开一个清清菜菜，活在你最内面的生活，咱人是啥物？淫妇，哦是垃圾。哇，耶稣来，刚才看到哇，这个人是乱乱来，唔是我要娶哦。就哈个人未接受你讲，未接受你讲。就人哋之外，咱人特别过是圣洁生活，哦，不掉咱个心，唔贪放纵。所以人哋之外，咱是善做的人。聖靈權咯，代表咱嘅心，哦，聖靈權代表咱嘅心，咱內邊有一個聖潔嘅聖靈，聖潔嘅聖靈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當咱人活到你罪內邊，點聽？咱人已經將咩？將淫亂嘅靈來代替聖靈，這是真啊大條嘅代誌，這是上帝是真啊認真嘅代誌，上帝已經將聖潔嘅靈下到咱嘅心內。但是咱无为圣洁的生活，怎样？何个垃圾的灵就来充满咱的心？咱已经将这垃圾的圣灵、垃圾的灵来代替圣灵。这是上帝，特别是上帝为祝福咱的生命，就是哈。因为咱人已经弃绝了这个圣灵，弃绝了这个圣洁的生活，所以上帝无才了，各撒用圣灵来充满咱。咱不必撒回来，各撒让圣灵在咱的心来做工，掏空了咱。过来，彼得跟人讲，咱人要有一个敬畏心的心。那圣洁呢，不是讲教我哪去犯罪呢？圣洁是讲教我人愿意顺服神，我是圣洁；我愿意敬畏神，我是圣洁。等于讲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单单只敬拜，所以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等于讲，我是敬畏神，但是你背离黑暗的生活，其实你老自己，你无敬畏神，你无敬畏神。当一个基督徒讲伊是敬畏神，一听到是神圣的基督徒，唔是活在你罪内面的基督徒。咱来看圣经来讲，啊 ，First Peter 17:9-17:10，咁我竟然穿个啊！无凭大人按照个人行为来审判人的主规范，就应该安怎呢？存条敬畏心，过汝人度汝可靠的日子。汝人知影汝人得救啊，毋是知影汝人得救是叫汝知影汝人得救，偷去汝人祖先所留下来的无好行为，毋是凭条一派的敬意，乃是凭条耶稣基督圣洁宝血。在你创世以前，耶稣基督已经是神所在，但是在你末日过后，上帝将伊献给人，叫我人一个神意，在你死里复活，叫我人心心盼望五个神里面。嗱，这个经文主要是跟咱讲呢，咱人既然称上帝是咱人天父，咱人就要存了一个敬畏心，为咱人在你可靠的日子。所以等咱耶稣跟咱讲，跟咱个主祷文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等你开始讲，我人到你天顶的天父，即句话你一出嚟，点听？你要承看你家己是毋是圣洁，基督徒？你既然称天父为你啊，称天顶的神为你天父，你就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、圣洁的心，或者敬畏主的心。咱来看天顶的天使，伊那是安怎款过每一日生活？啊，这是在你Revelation 第四章啊，启示录这边讲，嗰个天顶的天使，伊那日名啊，
无听大便讲你呼哩呼哩呼哩，圣哉圣哉圣哉，诸神是即在应在，伊到应在应全灵者，我要进门。天神在那边敬拜主，啊，我那边敬畏主，呼哩呼哩呼哩。做兄弟，有一个兄弟，伊甲我讲，我阿孙啊，哈，我卖去，我卖去天台啊，逐个日呼哩呼哩那边，该神。呼哩呼哩，我咧神，逐个日祈祷，哎，注意嘛，这呼哩呼哩呼哩，圣哉圣哉圣哉。然后你大家听见问题，等个天神，天神啊，看到神的点声，伊是带着安怎款的心情来讲这句话，圣哉圣哉圣哉。啊，头一日，就是个只啊，严肃的惊吓 ，Holy 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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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y， 别笑别笑 ，Holy Holy， 哇 ，God 是神圣的 ，Holy Holy。头一日，第二日，就是只激动的 ，Holy Holy Holy， 哇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啊，这是第二啊，只激动。第三，就是带了一个敬畏心。看到主的圣洁的点车，伊规个人劈拍落去裤脚里，然后敬拜主讲 ：Holy, Holy, Holy， 是个怎？一、二、三，啊，较侪人讲三，我是感觉到三，所以敬畏神啊，其实敬畏神的人，一心敬畏神的人，一心是知影主的圣洁。当有一日，我去到神的国，点车，我看到主的圣洁的点车。你心啊，发出那个敬畏心的心，哇！这个是一个圣洁的心啊！我不得不俯伏在他的面前敬拜他。啊，第几款？对应第几款？啊，皮你可怕了！敬拜主，我也是不想的，没看你还无人啊！哇，看到你注意了解，哇，主我来敬拜。主啊，来敬拜！哎，你也是无像。圣经跟咱讲，你咱要拍手，咱要站起来，咱咱要跪落，咱咱要趴在裤脚里，俯伏在你裤啊主的面头前。啊，所以唔通，但是我讲，哎呀，我用心来敬拜主啊。哈利路亚！好，唔通。好，为人过了五分钟就困去啊，五分钟主啊，主啊，感谢主，困去。对，但是你话，每一次无相，每次我拍你裤下肩摆做点声，神的名，每一次特别感动啊，真啊强，我特别好，所以一个姊妹看到我的点声，我阿孙啊，你肩摆做，还肩摆做，安怎你激动？安怎你激动？不应该，你肩摆做不应该了，啊，肩摆做应该是另外的嘛，啊，肩摆做应该就是另外的。啊！专心专意，趴在裤脚里顶摆，专心，专心。啊！有一日，我那要甲隆重的天神，平平来顶摆，平平俯俯，哦，到你裤脚里来顶摆，无论是神，日暝安怎？做下地主们，咱看到天顶天神是日暝，来变好哩好哩好哩顶摆住。等咱人讲，咱是敬畏神的人啊，意思是讲啊，我人啊，是有些圣洁的生命，达达志，敬畏主，达达志，圣贵圣洁的生活，咱人是敬畏主的，哦，然后这圣经讲到呢，啊，我是跳出来讲啊，当存敬畏心对贵主人到你可靠的日子啊，咱来。注意进入你寄居啊，寄居的日子啊，还有寄居的日子，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讲降级段啊，降级段啊，明白吗？降级段日子，意思讲咱来到这世界，其实是降级段，咱要存到一个敬畏的心态来过再生日子，因为这日子是降级段日子。有日子，咱人要倒归去神那边。上帝创造人，是为咱在神的国内面，在你圣洁内面。但是人犯了罪过后，就赶出来了，就赶出来了。在你伊甸园内面，
然后就赶出来，变成流浪汉，流浪汉，唔知要去个咯，唔知要去个咯。哦，所以上帝即经文甲咱讲，咱要归，即、这个咱若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咱心内面全部是清楚知影，这世界是短暂的，是较短的，是袂长久的。兄弟姊妹，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你已经做好准备啊！你真耶稣要来，这个世界是暂时较短的。啊，其实你堕落海存无用。无水存无用，你唔知我哩对面内面到底是唔是贼来？啊！你都唔知我不是真话，况且你行出去，你拄到什么代志？耶稣讲，这时代是咩时代？是淫乱的时代，淫乱的时代。你若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啦，你袂留恋，哦留啊袂留恋这个淫乱的时代，你袂看淡世界。这个、世界是搞你垃圾物件，搞你无敬畏主的。代志，嗰啲你拜只人，啊，我爱过做伊，你可能只只出鼻烟啦，嗰啲头前，啊，只出鼻烟啦，嗰啲头前跳舞跳咩舞，唔知我讲咩调，你过啥物 ？sexy， 我一拍一万块，一拍起哇，我叫你 sexy 的，哇，你见到调你起风 sexy， oh no， 你查某囡那是啊，你讲。细细汉都已經戒啊，用怪戒 sexy， 一大咪 sexy 咯，嚇！一大汉都係都 sexy， 又都個 sexy 大波又撩咧，撩咧，嚇！看牛啲相，即幫佢未看咧，都嚟都未看，唔但唔是色情啦，啊冇冇啊 Andy Christ 啦，否認上帝啦，啊冇咩錯話，哇！啊冇暴力啊，喺度一看，唔知你看。老师较看，但是袂看咧，你也是歹去看咧。了解点先，了解迄种。好，其实看是正好，正健康诶。你在你戏内面播着正侪功课，但是讲起面戏是为了趁钱。哦，你再讲这世界是垃圾咩？用垃圾咩？画面下你戏我是正侪人来看咧。啊，讲色情物件，哇，正侪人有时间哇去看去看，哇，伊趁钱为了趁钱。这世界是假如无用。所以上帝啊，知咱人，知咱人拄到迄个问题，所以开一条路，互咱人去。伊讲啥物？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、开关。敬畏耶和华，上帝就互你智慧。这个智慧是叫你去发财，唔是叫你去好事。这个智慧是甲你讲啊，你住伫这黑暗的世界内面。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。所以弟兄们，你希望你子子、你后代，你希望你自己的过落来日子会较好过，你就要敬畏神。上帝给予你智慧，上帝就求你脱离，伊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灾难。上帝审判要来了。耶稣看这世界是淫乱的世界，伊慢慢要来。这世界的结果就是要趁着主大大的心。分享前几晚，咱要有智慧，知讲安怎过咱人在生的日子。第三，切记的是，啊，也记得多少？多少？啊，多少？记得要多少平时？三。给家手可能扫扫嘞，扫嘞，啊，用手扫会去啊，用手扫袂去啊，但是咱也要去啊，啊，清气的心，啊，上帝讲要清气的心，啊，无你心若是主重罪，上帝无听你祈祷，啊，你心若是无清气，这不是上帝欢喜，啊，上帝要保底咱的心，啊，是保底咱的家，是保底咱的厝，要保底咱的心。咱就要洁净咱的心，请上帝做。啊，彼得要讲咱的话。你人既然顺服了真理，洁净咱的自心，所以咱爱行自心嘛，都无假。个当啊，落到你心内里面，彼此啊，到你心内面，彼此三天三拜。那
顺服一年，不是顺服一年多，不是顺服福音。等我顺服一年话，等在我的心搁一刀砍落去整，所以我有材料去爱咱兄弟。等我讲我爱我的兄弟啊，我爱我的牧师啊，我爱我的组长啊，我爱我的神秘啊，愈一个清气心。但是你讲愈一个清气心，我相信愈听到爱你兄弟之话。跟你相反的，你讲主啊，我爱你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我唱这个话，点唱你心是清气，可能有清气的心嘛，把我给爱上去。无清气心的人，无才能爱主的，无才能爱主的。所以你只会那边请，那边在讲，那人的心，那没有一个清气心，把我才能爱那个心，爱那个心。咱的心若是果是看重罪，其实咱是老咱家己，咱根本无遮济爱心。虽然咱为主做真啊济、真啊济、真啊济，但是无按上帝的心，无像动物上帝的心。做上帝的人讲啦，咱就要讲洁净咱的心、清洁咱的心。哦，咱当时已经蒙了成熟重生了，果是到三朝重生了，怀疑的重生，然后跟我们在那讲重生。啊，咩是重生呢？重生意思是讲，我旧班呢，啊，我旧班是大爱骂，唔是旧班，其实我是大爱骂人生，我是大爱罪人生出来，但是我信了主归啊，我是神生的，唔是罪生的。其实你信了主，拢是大爱罪人生，我是神生。系咩事呢？因为神的灵已经洁净了我的心。等你的心，何时来洁净点子啊？如果一个新的心，等如果一个新的心，点子啊？如果是一个新造的人，如果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还没说你今日只要新造的人，还没说今日咩新的肯洁净，因为上帝的话是一个未歹的真子，是话够明白。那上帝在我的心里面点子啊？哦，咱的心变作是新造的。变作是新的新的心，所以咱才能洁净咱的心，咱才能活出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弟兄们，大家去读主的话，大家去读主的话，浸落去，祈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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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日啊，耶稣不是好一个宽宽的，哦，耶稣是一个至关圣洁的一款的，伊是一个圣洁的源头。你若是无亲近伊，若是离开了伊，哇！你无像个圣人，今日听一个大路对面咧，大家即生活，嗰是混杂安尼话，你无才调，哇！你是圣人，你要过一个圣人的生活，要有一个清气心，要敬畏神，听到要读主的话，无听伊祈祷主啊，你来检查我的心，来查看我的心有啥物垃圾，有啥物你无愿意，我是到悔改，我是到来悔改，我是到来敬拜。这是你要紧，这是基督徒一年要做的代志。当咱讲一日，但是有放轻松，魔鬼就在来了，真难咩？伊知讲你是一个亲近主的人，伊当了，我着放轻松，伊现时就来，现时就将无好物件来破坏你生命。魔鬼就是一直塞啦，随时要吞咱生命。随时被推烂身，这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第七节，佮咱讲神何调咱人，唔是为咱人垃圾，乃是为咱人清洁、圣洁。所以，迄起作的人，第八节落来讲。所以，起作的人其实伊唔是起作人，伊是起作迄个消除圣灵同你人的事。其实我讲个圣洁的道，但是你人无听入去，你人拒绝，你人唔是拒绝我，是拒绝拒绝上帝，拒绝上帝。所以，弟兄们，这个是真啊大的罪。哦，那人信了主，奉献不讲卖主，错了好，奉献讲咩离婚？成日发生大事，不然你怎会？那人未使起转，圣灵
未使起床升级，哇！逐渐嚟升级嚟成功，那人不是这样子，只小猪会惊子。为人生啊，做这样子，无愧就是升级嚟成功，无愧就是升级嚟成功。我感觉可能人家奇怪，我上家一个人同阿三同你讲，阿孙啊，我五年来不赚的，我五年来不赚的。在路尾，还没收入，还没收入，无赚的，你出无水咩？我出水啊，但是我买赚的，五年来买赚的，啊，一个升，一个无升，继续得多是啊。五年来，日子就是清清菜菜，无出来一整生活，是个无赚的地方。所以日子咪啦，啦啦特别维持升嘅生活，啦唔怕，因丢唔帮。哦，我做唔到了，主不爱我了，我无出来维生计生活。主要我跟人讲，伊可能机会，可能咩机会，又可能机会，可能你来个 star 站起来，来前冠军，哦，咱白白站起来。